啊，不过我们还是要问到，是在我们的船舰都军舰都已经挺进到南海的时刻，也看到总统再度的用英语跟国际发声，菲律宾是一个不文明的国家。那接下来呢，这场护渔就这样结束，记者舰马上要回来了耶。那么啊，怎么样的长期的护渔？那么跟菲律宾要到这四项声明的一个满意结果，又该怎么做？要请教大使，接下来还应该怎么继续进行外交斡旋？对，我先讲，重复以前讲的，就是说武装护渔是必须要继续的，不能停止的，对，不能停止。在这个情况下啊。那我们要稍微冷静下来想一想，这个这台戏吧，这出戏怎么样来一个结尾？是。那么我就想，我们提出四个条件，当然要满足我们四个条件。是。那么一项坚持是好吧？一定要。我就这中间拔出一点来，就是逞凶这点。嗯。逞凶这点呢，他们的立场啊，也不能是完全错。是。因为你现在